然后我们是祭坛音乐 The Altar， 那我们是一群刚刚如同主持人讲的，我们本来是读书会，因为我们想要做音乐，但是我们不能偏离主的话，我们不能偏离主的道，所以我们一起读了一本书，是加拉太书的注释本。那这样子的一个读书会呢，后来就有一场表演的邀约，于是我们就开始组成乐团。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发了我们乐团的第一张同名全创作专辑，现在你在各处房也买得到。那无论怎么样，我们今天要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，无论我们个人的状况如何，你可以知道我的声音今天有点点沙哑，但我们所颂赞的这位神，他知道我们的心，他也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他也知道这个活动是为了什么而办，他也知道这个活动要来兴起很多人重新进到敬拜的里面，重新进入到他的话语当中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唱的这首歌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唱，它来自于以赛亚书54章，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第10节，还有第10节，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，他说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。我们一同敬拜神。
荣耀归给上帝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所依靠的。你为什么能够相信他的应许？各位朋友，你为什么能够相信他的应许？因为他很丰盛吗？没错，他是丰盛的神。因为他很可爱吗？没错，他是可爱的神。但如果你立约的对象没有办法给你确据，你还要相信他吗？如果你立约的对象只是让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唱首歌，然后呢拍拍屁股走人，请问一下，这样的神你值得信靠他吗？感谢主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。你所签约，你所立约的上帝是那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大山可以挪开。你们我们如果去思考一下，大山是什么？我们后面有没有山？蒋哥，你后面有山？有山，有山，对，有哦。对，那大不大？要不然你一看，对我来说是还好，还好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的大山是。你现在去，我离不开，在台上发脾气。OK， 没有顺着你的话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的神，你与他立约，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信靠的约。于是我们相信他的应许，我们相信他的约所带来的效力，于是我们才在这边敬拜他。各位弟兄姐妹或者你可能是基督徒，或者你可能不是基督徒，我们都要理解为什么有一群人会在这里一起唱歌，会在这里一起敬拜他。可能有各样不同的风格，刚刚很多人在这边跳，然后呢空拍机很好拍这样子。我觉得很多的风格，很多的音乐都诠释了这位上帝是创意的神。这位来自于他的上帝给予我们这样的恩赐，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。但敬拜并不是指音乐，音乐也不是指敬拜。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唱一些歌曲，可能是各位在教会里面耳熟能详的歌曲。让我们先带着一颗你所谓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在等一下的主曲当中，我们可以好好的一起敬拜他。主曲呢是我们祭坛的特色，我请那个蒋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个是第三代的主曲。其实呢我有编的到现在为止有五代的主曲。五代啊，对。然后呢第一代的时候编的时候原本就十首歌，然后后来在演唱当中有感动，所以又加了一首歌进来。所以以后的每个主曲都会以十一首来做基础。但是呢第三代就比较特别，它只有四首歌。大家听到十一首大家都赶快去拿菜看看可以去上个厕所再回来。 OK 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各位我们一起敬拜他，我们的神。双手借给我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向他拍掌。走过伤心，走过伤心，会唱一起来，走过泪水，让每一颗心起来，用你的心伸出你手，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。我宣告，在我里面的，这是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
哈利路亚，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鼓励好吗？谢谢大家。